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项合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的隔断墙，而且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不要将两项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既在十字架上免了忧愁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项归为一，与神和好了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服侍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害怕你们逼迫你们念着各样的话毁坏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，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比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却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小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什么，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感恩他们，感谢主，求主纪念读他话语的人。下面我做一个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荣耀的上帝，主啊，你是何等奇妙的神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生存在这种环境里面，让我们晓得你是我们的主，你可以造作一切，作为我们是渺小的，是不能的，但是靠着与神和好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在这里我们把今天两堂的聚会全权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主王权掌王位。主啊，你晓得你的仆人的，主啊，作为我们有些做不到的地方，求主加添。主啊，我们个人有经济上的需要，身体上的军病，家庭里的和睦，全权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你是要我们与你和好的神，主啊，让我们有一个和好的心智，和我们的周遭的邻居和好，和我们的朋友和好，和我们的所见到的或者见不到的亲朋好友有一个和好的职分。在这里还是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求你保守在路上的姐妹弟兄，让他们平平安安来到教会，来到你的家中，享受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把余下的时间全权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让我们确实晓得我们是从圣灵撒种，得着从你那里来的好处。感谢赞美荣耀归主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